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啊，现在我来收地笼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哎呀呀呀！完蛋了，这地笼都还没有收起来，我的鞋子都已经湿了。哎呀，还不错，有收获，捕到了几条巨鱼啊。这鱼有点少啊，两条巨鱼，一条小泥鳅。这里放了一个地笼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哇，捕到了几条大泥鳅哎！倒出来，看一下。还不错吧，捕到了几条泥鳅，还行吧。这里还有李子啊，摘一个我来尝一下。哇，来这个吧，好大一个啊。嗯，它里面肉好红啊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捡了好多嘞，看到没有，上面那一片真的好红啊，但是也摘不到，因为下面就是水沟啊。好了，去收地笼了，收最后一个地笼了，捕到了几条大泥鳅，还有鲫鱼嘞，但是有几条鱼都不动了，因为我忘记放瓶子了，所以都已经缺氧了。哎呀，看一下收获，捕到了好多的泥鳅啊，看还有鲫鱼嘞，这泥鳅挺大一条的，还不错，可以炒一盘菜了。都是野生的泥鳅哦，非常好吃的。好了，拜拜，回去啦。好看。